只是家庭暴力问题的冰山一角。天水围天衡村晚上发生谋杀案，一家四口三死一重伤。去年四月，天水围天衡村一宗伦常惨剧揭露天水围家庭暴力问题严重。惨剧发生一年之后，社会福利署在天水围成立一队重案组，由资深社工负责处理涉及严重家庭问题的个案。如果你担心的你就可以早点找我谈，因为你太太排紧队想离婚，生活都安定了。现在我们关注抚养权和个探视权的事宜，想看看你上一次讲同阿初的个情况，想问一下现在个骚扰情况去到哪里了。18个社工现在跟进紧超过600宗个案，其中超过一半涉及虐待配偶。我們看回整個天水圍區，亦都有很多的個案裏面，我們看到就是婚姻本身是有一個問題出了的。例如有些中港婚姻，他現在來到香港就是團聚的時間，其實很多生活上面的細節、習慣、期望各方面都出了問題，而引致很多衝突出現的。亦都有一些個人的因素，譬如酗酒、他本身的性格問題，或者有些是沉迷賭博，其實很多方面亦都會是構成有家庭暴力這樣的出現的。陈生呢个 case 咧，我一阵间会探佢啊。咁咧就有个困难咧，就系、是其实佢哋两个嗰个 conflict 咧好大啊。吓，咁咧最主要都系因为钱银嗰方面，想同佢倾一倾，睇下呢方面有冇得帮手。你都小心啲喎，呢个个案，因为都几危险啊。系啊，但系如果先生唔喺度就好少少嘅。今日我同你讲，我会嚟探你啊。有啊。点啊？你觉得爸爸唔喺屋企？之前是怎樣的情況呢？差不多夜晚會吵。最厲害的那次他們是怎樣的？刀。不報警啊。媽媽又叫過夫婦家。剛才的家庭其實都挺典型，我們經常遇到的就是由警方來轉介，通常這夫婦都不是第一次這樣衝突發的了，而是經過一段很長時間大家的爭執越演越激烈。試過很激烈，就是先生在衝突的時候是走去拿把刀，是真的，他又不是斬人，他都有一點控制，但他是斬門、斬桌子，這樣是個情景都挺恐怖。因為剛才女兒形容給我聽，他說是很恐怖的情況，咁係即係去到係冇辦法啦，咁佢哋先至去報警，即係由太太去報警去求助咁樣。點解成日都要做家訪呢？就係好多時呢啲家庭都有好多細路仔喺度睇住，咁我哋通常就處理大嘅問題，但其實都唔可以忽略翻細路仔係面對呢啲咁嘅情景嘅時候，佢哋點樣去反應呢？佢哋其實嗰、那個對於內心嗰個感受啊，佢哋嗰個即係嗰無助感啊，其實都需要我哋去理解同埋去幫佢哋咯。过去十年，政府在天水围兴建大量公共房屋，吸纳大批由市区搬入去的低收入和新移民家庭。不过，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社区服务设施配套。现在区内人口接近30万，有15000个综援个案，隐藏了不少的家庭问题。今年四月到九月，警方在元朗和天水围一共接到超过300宗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交由社署重案组跟进。难道你有什么期望啊？他的年纪又这么大了，大了成十几岁，是吗？我不敢想的。我哋叫佢做阿欣，一年前由内地嚟到香港定居，一心谂住同丈夫一对仔女团聚。点知阿欣对新生活嘅盼望好快变成失望。我觉得嚟咗仲差，即系佢又成日喺屋企，我玩唔到嘢做，个摩擦咪多咯。我叫佢唔好赌，本来都要计自使，你又攞埋嗰啲钱去赌，咁我哋咪仲惨咯。
即係人哋又話去下街，你唔到嘅，好似我哋咁帶我出去行下街嗬，去下元朗都好啊。即係一年我都去唔到兩次嘅，你話有邊度去啊？嚟嚟去都係天水圍。一家團聚唔夠三個月，阿欣喺毫無準備之下，就因為錢銀爭執，第一次俾丈夫毒打。嗰日咧，我坐喺度睇電視嘅，咁樣咧，我咪講起，唔知講起話人哋追佢還錢嘅，我話你爭人錢係要還噶啦，佢話我好多事，打到呢度推我仔落房，又冇俾我仔睇到啊，揸住頭髮扯到冚埋牆咯，總之你有乜嘢佢就攞咩打你咯。打到你跌落趴到地下嘅，跟住我报警，佢就走咗出去，差人揾佢唔到。嗱，好似今年咁样，又打过我嘅，我就冇报警，因为成日报警咧，俾人见到好似就好似觉得我唔啱咁样，我又好惊隔篱左右听到，叫啲细路仔唔好，成日都系死忍嘅真系。直到五个月前。丈夫攞埋一家四口赖以为生嘅综援金离家之后，阿欣先至向社署求助。社工话区里面有好多类似嘅隐蔽家庭暴力个案，当事人一日唔求助，佢哋好难插手帮忙。喂，你好。喺天衡村工作咗两年嘅区议员陆仲雄，经常遇到街坊求助解决家庭问题。啊！你个女失咗踪？系啊。有冇报警啊？报咗啦。报警，你个女几多岁啊？15岁。有冇揾过佢啲朋友问过？有啊，尽量揾咯。都系冇啲，唉，惨啊！佢认为天衡村惨剧发生之后，政府虽然已经加强喺天水围嘅家庭服务，但系佢始终担心唔能够应付区里面大量嘅家庭问题。最棘手问题，我谂系一啲隐蔽家庭，吓、啊。他們有問題又不懂得找人，也不會跟其他人說的，這些是個問題不斷地積壓，導致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大嚴重的事件爆發。最嚴重見過的家庭糾紛，就是他的配偶呢是打到那位女士呢隻腳腫了、腫到差不多兩倍那麼滯的、啊、要即是入醫院，我也見到一 隻門呢 是踢到爛了。而那些糾紛的原因呢，有時是雞毛蒜皮來的、啊、可能只不過是說你煮餐飯那麼難吃、啊、或者看電視的問題、啊、一些很小的事呢可以觸發家庭的問題、嗯、但當然啦，背後呢其實 是有很多他們本身家庭解決不到的壓力積壓了，而導致有些爆發點。現在在元朗包括天水圍，除了社會福利署之外，仲有接近130个受政府资助嘅志愿机构提供家庭同地区服务。今个财政年度，政府拨款17亿，投放喺全港嘅家庭同儿童福利上。面对急剧上升嘅家庭暴力问题，系咪已经对症下药呢？呢个唔系只系个别社区嘅问题，呢个系有好多社区，甚至咧整体香港里边咧，其实。即係整體都係高啊，咁所以咧就係只係相對低啲嘅社區咧，我哋唔見得佢哋已經係一個安全嘅社區啦。就算唔睇嗰個研究數字都好咧，喺個媒介裏邊報道到依一兩年嗰個屬於嚴重嗰邊嘅數字都係越嚟越多。咁如果其他嘅家庭暴力嘅受害人士佢響應政府呼籲咧，都願意出嚟求助嘅時候咧，我哋現時服務係完全負荷唔到嘅。甚至我可以形容呢个是一个相当致命的一个社会问题。是不是扭一扭很少痛？因为他拿条绳鞭你。他现在是天水围西馆。
係咪兩個都有傷？淨係個仔有傷？媽咪傷啲啫，個仔冇事。睇阿媽跟住點樣啦。好，好，我哋再情況穩定，因為其實基本上問個媽咪咧，翻屋企都安全嘅。嗯。男朋友冇鎖匙嘅，唔係一齊住嘅。喂，那個 case 就都安全嘅，因為佢就諗住今晚去個朋友嗰度，先生應該唔知道。咁之後我哋都會再繼續 follow 佢。嚟自家庭暴力高危地區，包括天水圍、元朗同屯門一帶嘅受害者，好多時都係因為受傷被逼入院，先至由醫護人員同警方揭發家庭暴力事件，再交由社工跟進。喺四年前開始，志願機構已經安排資深社工晚上駐守喺屯門醫院急症室，一旦發現被虐個案，就即時可以提供援助。緊去喎，咁你睇下會唔會麻煩你等一等先？好啊，好，啱啱醫生見佢，係啱啱哦 ，OK 得。咁嚟得急症室，起碼佢個傷勢都唔輕嘅嚇。咁有啲就會紅啦、腫啦，咁甚至乎出血、斷骨都有。我哋見親嘅個案咧，講講下啲情緒就會出㗎啦。譬如係會喊啦嚇，或者係好抑鬱嚇，唔知點算，好迷失。或者很困擾，咁有啲直情係知道已經係跟緊一啲精神科醫生食緊啲精神藥物嘅，咁變相就係話根本上佢哋入得嚟咧，之前已經一路都會受到虐待嘅。天水圍天恆村舊年發生一宗倫常慘劇之後，社會福利處隨即喺天水圍增加人手。跟進由警方同其他志願機構轉介嚟嘅家庭暴力高危個案，短短半年，佢哋已經處理超過600宗個案。即係佢唔單止分愛情，仲有賭錢嘅。係啦，賭錢啦，分愛情。你叫佢唔聽？唔聽。咁你話佢老羞成怒打你係點樣開始㗎？當初我仲抱緊個 BB 女喺身度，佢都唔理，已經去失去理智咁樣樣攞我嚟做出氣袋。我哋叫佢阿玉，結咗婚12年。長期受到丈夫虐待，一直以嚟阿玉都以家丑不出外傳，唔敢出聲。點知反而令丈夫變本加厲。首先用拳頭，跟住用腳啦，嚇、咁再打唔到下之下咧，就連皮帶都攞埋出嚟，用皮帶扣咁打落去，自己已經暈啦。打了很多次都計不到多少下了，已經暈暈地了，她都還不收手，還是這樣打下去。今年三月，她丈夫提出離婚，兩個人因為子女的撫養權，丈夫再次對她動武。終於阿玉因為傷勢嚴重入院檢查，10多年來她才第一次懂得向警方求助。我自己覺得自己有責任，因為10多年嚟我都冇懲罰俾到佢，任何嘅警告嗰啲都冇。一講唔啱啊，各樣嘢就用暴力嚟解決啦。即係我自己中到佢咁樣咯。好彩我呢次係走得甩咯。如果唔係，呢個世界又多咗一個咁嘅悲劇發生。為咗避免家庭慘劇再次出現，社署成立專家小組檢討天水圍家庭服務，去年12月發表報告，提出多項建議。除了加強社工和警察對家庭暴力的培訓，改善庇護中心的服務之外，還考慮將家庭暴力列為刑事罪行。根據現行法例，家庭暴力只是屬於民事法，而且定義過於狹窄，僅限於身體受到傷害，而恐嚇和滋擾的精神虐待就不包括在內。如果依個係刑事嘅時候咧，咁就政府就可以去介入落去噶啦，咁就算受害人咧，佢唔願意舉證都好咧，但係政府都有責任咧去搜集證供嘅。但係太多嘅個案係即係啲人會將佢睇為咧，只係一個家庭嘅衝突嚟。問題就係我哋社會冇清楚講明咧，依啲唔係醜事嚟嘅，依啲係一個罪案嚟嘅。如果係罪案嘅時候，我哋去揭發罪案咧，其實是一個好合理嘅事件嚟。
呢度系和谐之家嘅热线，有咩可以帮到你呢？李先生，打你啊？系，咁你而家个情况系咪都安全？定还是你而家喺你侧边附近系咪都安全噶？而家嘅法例对家庭暴力嘅受害人明显保护不足，当佢哋生命同精神受到威胁，唯一可以做嘅系申请暂时入住庇护中心。目前香港只有4个中心，床位唔够200个。自从发生天水围惨剧之后，过去一年几个中心经常爆满，但系和谐之家负责人表示，入住嘅人数上升咗20%。我好惊天恒村嗰个惨剧发生喺佢身上咯，因为佢唔系净系话打完我做咩，佢打完我之后佢自己又想伤害佢自己，即系好似想谂住一齐死咁样嗰种感觉。我哋叫佢阿芬，两个月前为咗避开丈夫暴力对待，带住仔女离开天水围，喺庇护中心住咗一个月，之后搬咗去另外一区租地方住。佢结咗婚10年。为了帮补家用，3年前开始在外面打工，丈夫怀疑她有第三者，一反常态开始动粗。她就比较传统一点，就说女人你去做事就可以，但是你不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我打了个身放落床，她突然之间就很大力地连打了3拳向我的头部那里打过来。跟着我叫得很犀利，刚刚那晚个仔就放在我张床那里，就吓醒了个仔。个仔就好惊咯，就系咁话：爸爸你做咩打妈咪啊？你唔好打妈咪啦，你唔好打妈咪啦咁咯。但系佢当时个情绪好激动，佢打完我之后咧，就攞手箍住我个颈嗰度。个仔好惊咯，因为系咁喊咯。你嗰刹那有冇谂过即刻离开屋企？当时没想到，我只是跟他说，我说你有事你慢慢说，你这样打我的话，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好像一块玻璃这样，你不觉意你得闲回来敲下那块玻璃，敲下块玻璃，那我裂了的话都还说什么，但是你这样你打完之后，你可以将这个感情的道场打烂了。事隔一个月后，丈夫再次失控，阿芬开始觉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又好像平时他打完我咁，我就要安抚翻佢，我系咁叫佢冷静啲。你有咩你慢慢讲，你应承过我，你唔会喐手打我嘅。点解又喐手打我？但系嗰一刻，我个心入边已经知道，我唔可以再俾机会俾佢再打我。最后，阿芬决定离开屋企，希望重新开始新生活。点知始终冇办法避开丈夫嘅滋扰。佢成日打電話嚟叫我翻去攞嘢，我根本就唔夠膽行佢套去天水圍嗰邊咯，好似一種壓力咁樣咯，令到你瞓唔著啦，電話響啦，好驚啦，一望到係個電話係佢嘅，個心就唔知佢到底又想點，又唔知佢點樣諗，佢會今日打個電話，我知你住喺邊噶，點點點啊，聽日再打個電話嚟。我已經查到你住喺邊啦，又咁樣嘅，咁樣好似一種心理上個壓力咁樣咯。見到佢個電話，又唔知佢好係咪真係知我住喺邊啦，或者係佢到底係想點咯？舊年社署同其他志願機構全年只係處理過3000多宗家庭暴力事件。但是隱蔽的個案真難以估計，社工和學者都認為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討家庭暴力法例，以法制暴，壓止悲劇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我們絕對不想再等，就是再有多一些命案出現，我們才醒覺。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返一個強一些的手法，就是說我們在法律上要有改革。原因就是在我們如果針對整個社區甚至整個社會有這麼大量的家庭暴力的數字的時候，其實單是提供那一部分的服務是不足夠的。